下面呢，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倒针绣。首先还是，把头画好，头已经是那个线吧，线头缠好，把这些线剪掉，不管绣什么图案，都要找准一个起针的那个点，然后看好，在线的正中央，线条的正中央，距离这里第一，这是第几针，然后第二针，距离在2毫米左右。 2毫米到3毫米左右，然后第二针要倒转过来，在第一针的第二针下面这里往下，这样，然后第三针距离，最主要就是距离。 是在2毫米到3毫米的左右，这是最简单的针法。然后第二针倒过来，就在第一针的第二针这里往下面，这是最简单的一个绣法。这样，我们的倒针绣的边上的圆针衔接完成了。